不到这个球场，感觉心里面好像不踏实，非要跑过来看一下，跟大家网友们说一下。以前不看春操，现在没有春操了，就像失恋一样。哪里舒服就觉得在哪里好，就是我在家里那种感觉，跟在这里还有咱们本地人相处接触之后啊，都感觉得挺好。我就觉得这边的人跟我们之前待的地方的人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我为什么愿意留在榕江这个地方？我觉得这里每一个人啊，这血都是热的。啊、哦，小瑞，小瑞，你最珍贵，看了春操火烈四射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小瑞，加油！我是6月底过来的，俺来了以后，第一件事先把什么东西放下，把球场出来就问，那个球场到底在哪里？就很好奇，为什么那么火？全民热情啊，感染了我，直接给我叔叔说，我要去贵州，榕江，看春操。本身我就带了工具来的，当时并没有指望着说能做，但后来一想，我就买个桌子装修一下，放块布啊、红布啊这些，他说就可以了。之前我也没做过这个。我把我该做的都做了，然后现在我就想为自己而活。我每天看嘛，孩子们都在哪里训练啊，然后夏天的话，我就买点水呀、买点西瓜过来给他们吃。然后一开始也不会直播的，跟大家有直播的嘛，跟他们学，他们有时候也会教我。我开了直播，虽然没有几个人看，因为人家一划过来，你不会讲，人家就走了。然后直播间里后来这些家人也看，然后就教我，他说这个是怎么球，然后也听他们那个解说嘛。解说的啊，这个是什么球，那个是什么球，现在慢慢的去学。最好的时候人流量又大的时候，那是最好的一天就是几百块，暂时是赚不了多少钱的。他们那些邻居知道的，有时候人都不在了，又跑进去看一下啊、哦、谁赢了。晚上一般都很早都收摊，我收了吃了饭就赶快回来看最后一场。你看到没有，现在那些小朋友1.75米以上的多的是啊。进了、啊、红色球衣的就是小日春的，白色球衣的是党民春的。我说谁说榕江穷啊，你看一下我们的观众，你看一下我们的球员，你就是说北京上海你能不能拿出来球员叫他来，就这样踢球也不要钱自己掏啊，他不要吃饭，不要付房租，不要买房啊，这里我们什么都不需要，就是单纯的过来，就是娱乐，有一种参与感，有一种体验，就是说快乐。拿一点水果给你们吃，拿一点水果的。哎呦，你们这身材长得一样，体型也一样，高矮胖瘦一样，我都分不清楚，眼睛也很近视。再拿一点，你们还有其他球员的了。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就是钱，越分越少，但是还有一种爱，就是越分越多。我们希望把这份爱就传递给更多人。我们家因为从小就是做生意的吧，我们就是我付出了，我立马要得到回报。后面的时候，他们说球员这些，所有这些球场，他们去哪里比赛，一分钱都没有。我也曾经问过他们，为什么这么努力，这么拼搏，下这么大的雨？我们就是球迷，站在外面看，就觉得都冷得都发抖。但是他们呢，一份工资都没有。后面他就告诉我，真的就是一份热爱。有时候自己弄吃的，有时候就去买一个包子，豆沙包。我不刚退休不久嘛，然后老板也走了嘛，孩子们见我好像有点不太开心嘛，然后都出来看看，走走看看，散散心。因为忙嘛，也没时间闲下来，因为我直播完了以后。都已经很晚了，回去以后，然后有时候还发点视频，很充实，很快乐，开心。姐，哎，小苹果，哎，刚才他们说了，我刚才找你呢。辛苦了，哎，加油啊，加油，早上好。吴姐，咱们都会这样的喊我一声，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人认识我、关心我、呵护我，真的这一点我就非常的开心。打算呢，就是定居在这里，继续的，就是宣传这一块儿，一种享受，说不出来的。如果用语言来表达，就很难表达。你说你快乐，你自己知道，别人知不知道不重要，就是你能舒服，你都觉得幸福快乐就是好啊。打算在这边买房，我可以把我外甥女儿啊，将来我儿子结婚了，有小孩了，也娶过来，就是踢足球嘛。
我之前可能有那种怎么说就焦虑症吧，老是担心一些没有发生的一些事啊。但是呢，好像在村草里面，我就觉得到这里来，每个人都很善良，像我的亲人一样，没有血缘，但是胜似亲人。所以每次我愿意把这份爱，我去分享给更多人，包括我两个孩子一样的，我就会告诉他，我说宝宝，有人爱着我们，我们也要给予更多的爱。我希望我的家人能到这边来投资的话是更好的，因为他们在广东已经生活了很多很多年，从小在那个地方长大的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能力去说服他们然后到榕江来做投资。反正我自己的话愿意一辈子把我的青春热血啊，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爱就留在榕江。我说榕江真的是我的家，我爱榕江，爱春草。